今日同大家煮一个干烧意面。首先煲半煲水，落意面煮大概20秒，令到面煮散同埋可以去油。拎出意面之后冲水，沥干备用。草菇洗干净，切开一半；韭黄洗干净，切断备用。煲一小煲热水，落一片姜同埋草菇煮大概30秒，草菇出水就可以去除草青味。然之后沥干备用。在锅中加油，开中火烧热之后爆香草菇，跟住加入水、蚝油、糖、生抽，大概煮1至2分钟，然后放入意面，转细火，可以慢慢煮，令到意面吸收多啲汤汁。之后再加老抽调色，最后先加入韭黄，略为炒一炒，不要煮咁耐啊，如果唔系会出水噶。落麻油捞匀，咁就完成啦。中意我哋条影片嘅朋友可以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 同埋记得揿着个钟仔。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和影片。